赶快来看一下 Kiki 的转身。哎，我的外套你们买了没？这件外套 Kiki 强力大推哦。这一件就很符合我们家的，有一些大衣的部分可能它真的太扭一点点， Kiki 可能没有办法驾驭，可是你看 Kiki 的这款是有帽子的，这是休闲感很棒的，然后它的帽子也都是做得挺的，有点夹两件的这种，有没有？里面这个是有拉链的哦，然后还有里面这个扣，质感非常的好。然后这只是羊绒的材质，可是我们这一组的羊绒材质质感非常的亲肤，它不会刺，这是重点。因为其实有一些他说它有羊毛的材质，有没有？其实那个会有点刺， Kiki 很怕，但是这一款的话你们不用担心，它真的不会刺，非常的亲肤，非常的好穿。来，再来看一下，它这边有一个大口袋，那它因为这个大口袋也手机的部分也都可以放得下，那也因为它这个材质的关系，你有看到吗？我的背啊整个都是超挺的，好，穿起来是超挺，它完全不会贴你的身形。那这一款呢， Kiki 讲哦，它只能尺寸到 XL 的部分，那亮亮穿的话手臂的部分就会比较卡，如果你尺寸上有任何问题欢迎来门市试穿哦。好的，那这一款外套看完之后再来看一下 Kiki 的里面内搭整身哦。你看这款毛衣真的很有质感。那今天呢， Kiki 里面其实就是搭了我们那个打底的那个背心款，那我这样子手臂跟领口都不会刺，真的很推荐大家。那这件毛衣最大的特色你有看到吗？它是有这样部分的地方是有大大的破损效果，穿起来质感非常好，宽宽大大的，尺寸到 3L 的人都是可以驾驭。你简单像 Kiki 一样这样子搭上我们家的这种牛仔裤，就超级显瘦。那 Kiki 的裤子你也可以加码，如果你还没买过的，其实在上个月 Kiki 都已经有在介绍这款裤子呢，尺寸 S 到 2L， 腰头松紧，穿起来非常的舒服，也非常的好穿。那特别 XL 跟 2L 的你想要再囤货的，赶快囤起来哦，哈，赶快囤起来。那今天的重点其实就是我的外套一定要买，必买哦，拜拜。